好啦，我哋啱出到嚟，啱出 lift 啦，去我哋间房。629，就是这个啦。哦，好近啊！这个要按。啱的。好。哦。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哎。怎么了？这个要把这个打上吗？嗯。要关上这个吗？可以关，可以不用。啊，这里看不到那个摩天轮。啊，你要看摩天轮？是这个泳池吗？是，这不是这个。天马烂，哎呀！你要笑死了！哎，我们把东西都放一个地方。哎呀，这个哦，原来这个浴缸是这样子。哎，我们放些东西吧。嗯。啊。先坐下，把那个东西搞完吧。嗯。我可以摘口罩了，我就想说。好，这个。开始了吗？嗯，开始了。那，点解讲普通话嘅相？而家我拍俾啲保安睇。喂，首先好多谢一众嘅 P 仔嘅朋友，同埋一大堆嘅田豪组三宝嘅保品。仲有各位嘅 DJ， 多謝你哋去咁樣祝賀我哋嘅新婚之喜。聽到你哋錄音，我剪片嘅時候都好感動。啊，好，啲肉麻嘢唔講住，我哋介紹一下呢間房啦。咁咧，呢間就係一間嘅文華東方酒店賣廣告咁樣嘅。文華東方酒店，我用咗一個比較相宜嘅價錢去訂嘅 vacation， 就同我新婚嘅老婆咁啊去嚟度假一下嘅。咁咧，見到入到嚟嘅時候咧，一打開呢個櫃、啊、大家去睇下，過嚟。咁咧就見到咧有一個 Vermont 嘅一個護膚套裝，送俾我哋嘅禮物嚟嘅。呢、這個係呢個 station 嘅 package 包埋嘅。咁裡面咧就有一張有個包包啦。咁包包裡面有啲乜嘢咧？打開嚟睇下。这包还挺好看。跟住咧，里边有好多呢一啲嘅女士都好爱嘅护肤品嚟嘅，系啦。咁、嗯、今晚你要用，我珍惜啊。佢声称嗱，佢话啦吓，我都相信系嘅。呢、嗯、一套嘢已经系值成千几蚊嘅，系啊。好，咁我摆翻落去啦。咁啊，呢攞走噶可以。嗯，你先放在里面。好，拿出来吧。你不要放在里面，你就不忘记了。明天走的时候就留一下这个。然后就什么就完了，损失了一千块是吗？对，好，那就、啊、其实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 staycation 的价钱是多少的，都不是一些什么秘密。原价13000的这间房，但是用了我在某个平台，那我不讲哪个平台了，那就订了不知二几折，那啊2000多，3000都不用，2500都不用。因为打开这个门呢，就發現有我啊！我頭先其實睇咗一次啊，唔好意思啊，擺翻喺度先。好，好。跟住隔離呢一道門有啲乜嘢呢？哇！有一個咖啡機啦，有埋支水喺度俾你嘅。跟住佢後面呢，咦？打我那個瓶子。那个，这个吗？这个对，冲上那个，救命！你救出来！哎，你是来搞笑的，你这是。好了。啊，再来一个。好，然之后打开隔篱道门咧，就见到一个哇，有齐晒设备，咖啡机同埋呢樽水，咁仲有啲 capsule 喺度啦。呢部咖啡机，哎呀，哎呀，哎呀，开唔到嘅。呢部咖啡机咧，佢后面咧就你可以装水嘅。咁啊，佢提供嘅水你就可以装落去啦。当然用之前要洗一洗先啦。跟住啲咖啡都系包埋嘅，即系头先 package 包埋嘅。咁去得酒店住开嘅人都知道呢啲咖啡啊，呢啲都系唔需要另外收费噶啦。咁啊，几精致嘅摆得。今晚就叹下呢个咖啡。跟住下面呢个咩嚟咧？餐巾嚟噶嘛？唔系好知喎，唔系喎，抹鞋嘅喎，唔好意思啊。
好啦，跟住下面冇嘢嘅，好可以閂門。咁咧，其實除咗咧，我哋啱啱咧換咗對拖鞋咧，發現咧個拖鞋毛毛拖鞋嚟嘅。明而家係夏天，我唔知點解會俾毛毛拖鞋我哋，但係都 OK 嘅，都幾靚。就起碼唔似一般酒店嗰啲紙拖鞋咧會跣親人嗰啲咯。因為曾經有啲嘅發生過意外，就嗰啲紙嘅拖鞋咧入到浴室啊，咁個客人就一跣就笪低咗咁樣，咁發生過啲咁嘅意外，咁可能呢個就唔係好跣喎，呢、這個幾絕嘅喎。有質感嘅喎，你睇下，有坑紋嘅喎。咁呢度就係呢度嘅嘢啦。跟住仲有一般嘅酒店設備啦。嗱，呢一度就係俾你一陣間 room service 嘅時候可以食牛排嘅時候用嘅。跟住啲杯啦，其實我頭先攞咗出嚟嘅啫，佢原本擺喺度嘅。咁啊，亦都係有一啲頭先嗰啲咖啡飲唔夠嘅，咁要飲咯。有啲茶喺度啦，有水煲。那你還可以燒水。係啦，不過酒店嘅水煲都唔會建議大家用噶啦，就算係五星級酒店都好，大家都知咩事噶啦。咁而隔離呢一個咧，咁啊都係噶啦，一見到雪櫃，咁呢啲水都係要額外收錢嘅。冇噶啦，嗰度。好，然之後就睇下呢度先啦，呢、這個景先啦。這個景呢就不算太好的，跟我在網上見到那間房的景呢是差很遠的。我在網上見到的景是直接是對正的摩天輪望著皇摩維氣望著皇后上廣場的，但是我老婆呢就說哎還可以，這樣就看了，那她已經很滿足了非常好的態度，有個知足的心的，她是那旁邊就中銀啦，呢一度啊，会有间餐厅中言中国言喺度呢把刀类嘅形状吓，看到啦，那个立法会。咁啊，跟住仲有，好，我哋睇浴室咯。嗱，介绍下，呢个系一个马桶，普通嘅啫。隔篱咧有一个浴缸喺度，比我想象中细，我以为可以两个人一齐浸浴添，佢好似个 size。真系容纳到一个人要。我也觉得应该进不去吧。唔紧要啦，唔中意浸浴都可以喺企缸嗰度冲凉嘅。好，大致上系咁啦，介绍就完毕啦。咁今晚咧，我哋有个 room service， 我哋就订咗7:00就有个 room service， 佢就会送过嚟噶啦。咁啊，仲有啊，呢度个泳池咧，突然间 full 晒佢话。咁仲有一个场就系我哋听朝要好早起身，我哋要6:00。我哋6:00起身去游水，系咪好健康啊？系啊，我哋游完游完游啦，我就可以有精神崇拜啊！啊，系啊，啱啊 ，OK， 游一游水就有精神崇拜，跟住有个早餐嘅，系吃早餐啦，早餐7:00可以啦。啊，游完之后7:00早餐，对啊，有崇拜，对啊，对，刚刚好的嘛，刚刚好啦，啊，好，暂时介绍到呢一度，有啲咩资讯就俾大家，好，拜拜，拜拜，拜拜。哦，啱啱咧就嚟咗呢一个 room service， 今晚嘅重点叫做三道菜晚餐啊，中文叫做几特别噶。咁就有烟三文鱼啦，有一个五成熟嘅牛扒啦，跟住黑毛猪啊，西班牙黑毛猪甜品，仲有汤，就系咁样啦。咦，原来我帮佢叫咗个汤，我都唔记得咗。原来我系好似他送嘅汤。嗯，是不是他送的？不是送的，不是送的，是他的餐单里面有的。但是早上的时候，我以为我那个也有汤，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汤是这样子，选了一个就不能选第二个。但是挺好的。那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没有我在网上看到的，点解我讲普通话嘅？虽然我冇好似即系头先即系之前 book 呢个房嘅时候。冇嗰個摩天輪直接見到嘅，但係其實都幾靚嘅。嗰度原來係中銀大廈，頭先晏晝時候都冇留意到，而家夜晚著咗燈我就留意到啦。對，這邊也有平的。跟住仲有呢個立法會嘅，即係舊立法會嗰嚿嘢啦，那個建築物啦。好啦，我哋用餐啊，擺喺度啦，好冇？我在這邊吧。在這邊。但是其實我想喝那個湯，所以你可以。其实这样子其实这样是没礼貌的，如果跟外面的人吃的话，但现在得我们两公婆就不要紧了。
现在只有我们夫妻两个。这是甜汤吗？不是啊，不甜的，但很好喝。因为我看你面前不是三文鱼吗？腌三文鱼。对啊，那不还是生的？你赶紧想。好喝。嗯，好喝。不是。它会掉是吗？应该是这样子，它不够大。没电了。哦，这机能不能把所有都拍到？能拍到吗？不行。啊，其实这个已经很啊，对，这个可以。但是我只是截图是吗？对，截图。但是我但是你想只是想拍照吗？对对对，你坐过你坐对面，你坐对面。为什么？我拍你。这样子的吗？对。好，那你派我，那这样两张合在一起是吗？啊，真好开心！还有，还有啥？看到公子，我在。就我们可以在这拍的，坐啊好，你先拍吧。坐前一点点。啊，你要拍到我吗？是，但是不用看镜头。那我想喝汤。嗯，喝。好好喝，真的好好喝。哇，好饱啊，简直系盛宴啊！这个啱啱食完啲甜品啦，除咗甜品之外咧，仲有两粒嘅酒心朱古力。一开始有两个包，我都食唔晒，我有四个包其实，而家剩咗两个包。哇，好饱，那个牛扒好正。五成熟，果然是酒店的功力，包都要无伦次。好满足的一餐。我老婆她现在又去厕所了，太丰富。放心，不是获利回吐，是正常的运作。现在八点几，外面呢就是这样了，中午了，你看到摩天轮的，再傾，係咁先。